嗨，你好，我是牛奶爸。这个礼拜五呢，我们要来促销的一款商品啊，这个商品非常的实用。怎么实用法呢？好，你现在看到的这是一本电子书，可是我们在贩售电子书的时候啊，它是一个 PDF 档案或者是一个 EXE 的执行档，不一定哈，看你怎么做你的电子书。那一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 PDF 档就可以了，让人家去下载。可是呢，你在出售之前啊，你必须要有一个长得像这样子，很像一本书的，很像一本实体书的电子书的封面，好的样子。那把它放在你的销售页面上面，这样看起来，因为人是视觉化的动物嘛，好，所以这样看起来真的比较像一本实体书，好，会更彰显它的价值，好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。所以你看这样的一本电子书，你卖个1000多块，人家会觉得哇，好值得哦。可是如果你只写个电子书三个字，没有这样子的图形的话，感觉就没那么有价值哈。那你看一下、哦、我等一下会告诉你怎么样去做出这样的一本电子书哦。你看这个电子书还可以这样翻转哦，哦，很好玩哦。好，这是书的背面，然后这是书的正面。那你可以自己去翻转你要的角度。好，譬如说好，我要的角度是这样子。OK， 好，这时候呢，你再把这个图片截取下来就好了。好，把它截取下来就好了。那这边有三种图片格式，你可以去选择，然后把按右键另存新档就可以了。那我现在来告诉你，就是怎么样做出这样一本电子书哈，很简单哦。譬如说，我按这边有个 Choose a cover 就是封面，按选择档案，然后去选择我要的封面。好，譬如说。OK， 好，我先选一个好，生命的意义，好 ，OK， 好，这是正面，然后选一个背面，好，背面我也把它选一样的好了，好 ，OK， 然后呢，这个是 side， spin 就是中间这一条，好，中间这一条，然后选择这个长条形的，然后按 create 3D，OK、OK。好，这时候呢，它的图片在上传，然后上传之后呢，它就自动帮你粘贴好哦。好，快要出现了 ，OK 啊，跑出来了有没有？这样，你看，哇，这边还有作者牛奶爸有吗？好，因为我的背面跟正面是弄同一张图片哦，所以这样一本电子书看起来是不是非常有价值？哦，非常的有价值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其实只要两张图片就可以了，一个就是正面这张图片，一个就是侧边这张图片。好，那你用小画家去做就可以了，那这样就很简单嘛，所以这样就做出一本书。那你说，哎，好，那我如果我是要卖影片的话，我会怎么做？哈，如果是卖影片的话，我会怎么做？哈，好，你看了，如果我是要做成 CD 的话，我就会选这个样板，然后我只要两张图片就可以了。哈，一个是正面。然后这是一个正方形，我就选正方形的图片哈。好，正方形的图片好。然后这边有一个选择 disk 啊、哦、，disk 就是这个圆盘哈、哦。选择档案，然后选这个圆盘，因为它中间有一个洞，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文字放在洞可能会割到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图片做图的时候就把字放在下面。好，确定，按产生。然后它图片就开始上传。好，哎，做完了，有没有？哇，这样也是一样，360度可以旋转哈、哦。那你就可以转一个你喜欢的角度啊，比如说好，就这样。OK， 那我们就把这张图片一样选择其中一种档案格式，然后把它另存新档，右键另存新档就好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这一周啊，要给大家一个促销的方案哈、哦。那这个促销方案呢、哦、跟大家说一下，因为上次我们促销了一个产品、哦、上次我们促销一个1990块的产品，然后这个产品呢就是怎么样去做到让你的图文合一、哦、就是图片上面有文字，而且非常非常简单，一样是不需要安装软体的方式、哦、就可以做到。那这个礼拜呢，我们促销的方案呢就是结合上礼拜、哦，上次的这个图文合一的教学，图文合一的教学，那再结合今天，再结合刚刚的
啊，再结合刚刚的这一个制作这个 CD 封面，啊，影片的产品封面，或者是电子书的封面，好，让你去做一个很漂亮、很有质感的这个封面图哈，然后再结合这一个图文合一的软体哈，那你就可以发现这个这次的价格呢，我们定在1990而已哦。那我们在5月4号之前的促销价呢是990块，好，990块，你可以利用刷卡的方式990块，或者是你用 PayPal 的方式990块。好，那怎么去刷卡呢？譬如说国内刷卡付款，你点一下，它会出现这个欧付宝的界面，哈，990块，然后你按下一步去填写资料，好，然后把你的姓名、手机还有 email 填写进去，然后如果付款人是同一个的话呢，你就按勾选，然后再到按下一步，哦，你记得要勾选这个我已阅读并了解，然后按付款去，好，确定送出，好，这时候呢，它会开始进入你要选择哪一种付款方式，哦，如果你要信用卡的话，你就可以选信用卡，然后填入你的卡号，那如果你要网络 ATM 的话呢，也可以，哦，你先去汇款完毕之后呢，好，你要看一下你是用网络 ATM 的方式，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要的银行，然后利用网络 ATM 的方式去支付，或者是你要用 ATM 的柜员机，你直接到楼下的ATM 柜员机，譬如说 7-11 里面啊，便利超商里面有柜员机 ATM 机器，好，去做付款的动作，或者是你要用超商条码，好，印出条码然后再去付款，或者是你要用超商代码，哦，利用 iPhone 的方式，或者是 FamiPo 的方式，哦，或者是你是大陆的同胞， OK， 你用海外支付支付宝或者是财富通的方式去做支付也可以，好，我们有很多种付款方案，那当然最快的方式就是信用卡啦，或者是你的欧付宝里面有余额，那你可以用欧付宝的方式去付款给我也可以。好，所以这次的促销价呢，就是在5月4号之前，好，5月4号之前哦，特惠价990块而已哦，不用安装软体哦，不用安装软体哦，哦 Mac 电脑、PC 电脑都适用，不需要安装软体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哦，赶快订购吧。